意外应战，欧阳娜娜为陈冠希露肉肉。陈冠希旗下潮衣品牌 Cloud 推出 NBA 联名球衣，请到欧阳娜娜担任模特儿，不料引来网友反应两极，有人夸娜娜好正，也有部分人认为找错模特儿了，觉得娜娜手臂粗壮不适合穿球衣。对于用词激烈的酸民，陈冠希回呛 Bitch 不爽不要看，并挺称 Man 额酷哦。欧阳娜娜突出现在陈冠希的一个，众多网友表示惊喜，她穿着波士顿塞尔提克队退休球星百德的球衣，露出圆润的臂膀。有网友表示应由陈冠希的名模女友秦舒培诠释，这种款对肩膀的要求超高啊，舒培穿一定超美，欧阳娜娜好肥。不过娜娜的大腿仍十分纤细，也有人怪摄影师拍得太显胖了。微博热搜榜出现欧阳娜娜是胖了吗话题，娜娜见状自嘲，最励志的热搜出现了，还搭配自己小时候鲜衣露肚的逗趣照，自我提醒记得减肥，并表示减肥真的是自己的事情，只有自己下定决心才能坚持，我现在都饿了就看镜子，很管用。